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林家伟，双木林家庭的家，伟大的伟，对，就是那个蔡奇阿米啊。我考大学的时候有52个人跟我同名。我身高184公分，体重72公斤，是一个煮饭会撞到抽油烟机的高度。我记得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英国看戏，戏那时候看了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，但是当时演员的能量，我到现在其实都还历历在目。所以从我从英国回来之后，我从完全不懂表演到现在过了十年，我现在是一年大概会稳定接3到4部戏的剧场演员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，谢谢。